这是我们住的酒店。Grace 刚打完电话，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，好可怜啊！好像可以加美颜，你不应该这样，这样。开始疯狂转圈。我就站过来。好喝吗？好喝吗？有一点点刺激的味道。好美哦，我真是好美哦。那个就是 Monument。是吗？啊、哦，是小熊呢，是小小熊，现在它还是小熊。我是小小熊。他为什么都不给进来呀？哎，那个巨大的圣诞树，好远，都感觉看不到。哎，这可以进？哦，可以吗？车不行吧？能找到宾州吗？感觉快了。哎呀，宾州，这个，宾州呢？这是宾州的圣诞树。Gracie 跟熊熊，哦，也太美了吧！秀秀，
Grace 去哪了？ Grace 在这儿呢，好像有点黑。看不见两坨东西在说话。这两个人在这儿。熊熊在那里爬楼梯，太可爱了。这是熊熊，这是 Grace。一条大长腿 ，Grace 长腿，完全看不见你的脸，还是看不见。你是在做黑吗？完全。天哪，好美！我们应该白天也来一趟。哎，明天，明天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，可以。博物馆应该就在附近。在你这是什么凉吗？你要不吃这个吗？吃，你喂我。做梦呢。我帮你回答他的错。我们都没有刻意，想问你是否愿不